谁懂啊？大热天还要来机场接这个叫关关的人。有的朋友真是不犯贱，浑身难受。算了，还是要请他来吃个饭吧。这家烤肉店的生意正好啊。全国有这么多分店。最近健身减脂，吃这些是不是刚刚好？这种烤炉吸热功能很强，先尝尝檀香小擂茶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辣炒鸡脆骨也是特色。接着烤排骨肉，再加一点口蘑，这一口一定很满足。继续烤后切牛舌，最后吃这个胶质横膈膜，冰可乐真的能续命。